为什么供养佛祖先时需要打开供品，如有外壳包装的要把它拆封，这个没有别的，是表我们自己一种诚敬啊，我们供养啊，供养祖先，供养佛菩萨，如果它是封得好好的不打开，那我们这个要给人吃的话的时候啊，你想想看吧，人家说你这个不是诚心的，你看你都封得这么紧是不是，我也吃不到是不是啊，这是表示自己的诚心啊，表法啊，不管他是不是吃，我们的诚敬心表示到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都是培养我们自己孝心嘛，啊，诚心诚意的供养嘛。那对佛菩萨、对祖先都这么样诚意，那对父母的照顾肯定很周到。啊，这个一定的道理。